啊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解决最主要的问题。哦，我看到那个天上好多那个水晶呐、掉下来啊，水晶多大的水晶呢？就这么大的水晶呐、从天上掉下来，那个水晶呢、从天上掉下来啊，随着那个水晶亮晶晶的那个掉下来的时候，你眼睛呐、才进到植物上，又看天上去了，又看天上去了。那个水晶呢？那个水晶就亮晶晶的掉下来，小水晶啊，就这么大的啊，不是很大的，这么大的水晶呢？亮晶晶的，亮晶晶的，亮晶晶的，来照亮你啊，那个亮晶晶的。但是这个水晶呢，从萤火虫比起来是亮多了，所以萤火虫从你背上飞过去，你这兴对萤火虫没兴趣了啊，对萤火虫没兴趣，对那个。对那个水晶呐、特别想感兴趣。这个时候，我看到那个云端上那个叫鲁智深拿着棒棒在天上，又想了啊，又想多了，想那个鲁智深了啊。鲁智深在那个天上的是黑乎乎的，想多了啊。然后眼前又看到那个郑州那边那个水啊，大水淹掉了汽车，好像你那个脑袋里时时刻刻，每时每刻。每时每刻都在，每时每刻都在想事情呢，每时每刻都在想事情呢，每时每刻都在想事情呢。我看到那鲁智深的那个棒啊，这稍微动一点点呢，你都看得见。但那个棒棒稍微那个斜过一点点都看得见，稍微斜过一点都看得见，稍微斜过一点都看得见，稍微斜过一点都看得见。好像你的那个脑袋啊，每时每刻都没在，每时每刻都在没休息啊。每时每刻都在休息啊，没在休息啊，但时不时的想关那个闸门呐、要切断，切断的还是连贯的，还是像刚才原来一样，就把那个肾脏就关了一下，把肾脏关了一下啊，还是那样，还是那样，时不时关了一下，关了一下以后，平时你一直流水的话就没事，一直流水就没事，一直没流水就没事。但你稍微关一下下的话，那个水就满出来了，就像水库里就积水了，这从郑州差不多就积水了。你细水长流一直流的话倒没事，一直流的话倒没事。但你一关，哪怕一会儿时间就积水了呀。一积水以后，胸部的那个液面提高了，液面提高以后，那个呼吸就困难了，就液面就提高了。液面一提高以后，回流的时候就又来不及了，所以又来不及了。就是还是那个又来不及了，又来不及了，又来不及了啊，又来不及了，又来不及了。你呀、叫你转移注意力，真的转移不了啊、你要因为呢，你这种事情你要动手啊，动手的时候你才能转移得了啊，动手的时候才能那个转移得了。我现在看那个场景呢，拿那个铁锹挖泥，你知道吧？挖一个小坑呐、那你挖个把泥上挖一个小坑呢，挖一天挖一锹或者两锹啊，好像要到地里，真的要到地里去干，要到地里啊。我现在看着没有植物啊，就是挖泥啊，干那种事情的时候，干那种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把那个注意力就往下拉了，还是呢，真的要到地里去。我不是开玩笑，我才说了几次，现在我看的场景就是这样，所以后面等到你那好一点的那个，你强迫自己到地里挖点泥啊，你哪怕没种东西啊，先挖两锹，然后休息几天再挖两锹也行。然后那个这隔一阵子以后，你这疼了，这疼了以后，那个把你花盆里的植物啊种到地里边，隔了2天这又把那个地里边的花盆再那个植物再挖出来，再到花盆里，反正就是花盆里地里花盆里，你实在不想干就干这个事情。一会儿折腾下去，一会儿折腾上来，一会儿折腾下去，一会儿折腾上来，然后折腾了一段时间，眼睛都把看下面了，就看不到上面那个掉下来的。刚才我说掉下来好多那个水晶呐、慢慢就是那个不看那个水晶了，真的有那个，我讲了好几次，因为那个反复出现那个症状。你说不喜欢植物，这就是因为你不喜欢，你要干一个不喜欢的，那慢慢把那个注意力转移掉。要把那个注意力转移掉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时不时的，就是想来想去还是天上的，包括你自己说的要用那个飞碟啊、什么风铃什么之类的，
还是想天上的事啊，说来说去还是想天上的事。我动不了啊。哎，我也没说马上去做，但是你脑袋里想着有这么一件事情要做啊。脑袋里想着事情要做，你说那我等着身体好了以后，要到那个家里找个地方去把你挖个坑呐、啊，挖个坑哪怕一天挖一锹，就挖个几下子，就是没有东西种完的话，先挖，然后明天隔两天又去挖一下子，再又去挖一下子，然后你把那，你如果没有其他植物的话，你要把那实在没植物的话，你要花盆里的植物种一个下去，种一个下去，这天两天以后再把那个种在那个地里的那个植物再种到花盆里，那你实在不想干就干这个事情。哎呀，你那个养等于没有养，本来叫你做点事情就是糊弄一下子，现在就让你糊弄不成功，让你没办法糊弄，所以让你那个植物种到地里去，但不是马上种下去啊，你先挖一个坑，挖个先忙个几天，忙了几天以后，然后种个植物下去，你到户外去种，不是说你现在就是糊弄，就是搞了一个花盆，本来嘛，我一开始就说叫你到户外去做，你说搞不动嘛呢？没办法搞呢，你就搞花盆里的了。那花盆里搞就是糊弄一下，实际上等于没搞，就是还是就是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把你拉下来，还没有足够的作为那个拉下来。所以呢，你等你稍微搞好转了一阵子以后啊，好转一阵子以后啊，你把那个至少搞一个花盆的东西种到地里去，啊。种了一个，你那个隔了一阵子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植物。有植物的话，你哪怕种草什么，那个杂草什么之类，你愿意种你就去种，随便你整。但他到地里要去整，原来就是告诉你要到地里去整。也不是说规模搞得很大的，你就哪怕一两棵植物啊。我也感觉是这样啊，我也感觉这样，因为我那个我今天把你所有的案例都绝大部分案例都找出来了，再仔细看，仔细看，我看看哪个地方还漏掉的，我怕那个哪个环节漏掉的还没执行好，那么我猜来猜去，这个也只能猜嘛，那我刚才排的还是同最后几次差不多。就这帮小子，所以咯，潜意识没办法控制呀，所以说没办法控制。我说那个你种植物嘛，你原来不是说你自己家里有种好的植物嘛？你都种好的植物，那你那个你不挖它也行呐，你那个周围的土给它松一下子嘛，土给它松一下子。现在是动不了哎，我走两步就气喘了。那你过会把那花盆，你花盆放哪里了？放桌子上还放地上了？你哥哥把它搬到地上去了，你那供那么高干嘛？对啊，你放在地上面，哎。对啊。对，现在就放地上面。我都在养呢。啊？我说我都在养，每天都养呢。啊，对你养的话也不要供那么高，放在地上去，放在地面上，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把那个思路啊往下面拉，你知道吧？意思就是目的就是往下面拉，因为你供的那么高的话，眼睛一看那个上面还看得到那个水晶往下掉呢，你要看到那个地上去。现在的问题是我弯不下去。那咋整啊？那。那你要不要找个服务员，叫他把花盆放地上？哎，还是你想想办法，怎么整到地上啊？所以呢，这么看起来还是，那你不到地上那你有没有什么桌子之类比现在矮的一个什么上面呢？你至少比现在矮一点呢，比现在的花盆位置矮一点呢。这个是要做也能做了。啊？啊，是啊，你要做啊，
你不能说等了、啊，等不来的呀。你如果是这样，那个拼了老命也得做啊。你把它那个盆，盆放下去就往下面拉了嘛。硬骨，你要硬改变了骨才能改变嘛。你前面没改，后面怎么跟着怎么变嘛？你肯定要先把那个叫你做的事情，你先往下放嘛。你从这个做植物的事情说了好久，就一直在讨价还价的。你这个是你自己蒙骗自己的。我原来就是告诉你是到外面种在外面去浇水哦，那你说不行，你要说花盆里啊、哦，那就花盆叫花盆嘛，花盆搞过来那小的一点点就几片，就是沙漠植物啊，还是哦，然后又改了一下，还是不行，拉不下来意念呐、啊。那我说的要到地里去整，那你先把那个放低一点呐、啊。不是我教你的啊，天生上这样看，我排出来就是这样。这样看，你就简直是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知道。你怎么会一下子那么厉害呢？你那么严重？你这么几天的教你做的事情，等于没做嘛？你现在搞的花盆什么之类，都是你讨价还价来的结果。原来的一上来的都教你到地里去整。那你刚才不是拿了花盆，现在花盆呢？花盆呢？我给它往上放了。你放地上了？我给它往上放，嗯，我给对，你住了来了才行呢，你不住嘛，你这个硬等怎么也等不来的呀？那你现在放哪里了？花盆呢？放地上。运到地上了。嗯。那你说这不搞不了？得放地上浇水是不是？啊？得放在地上浇水是不是？哎，对，不要，以后不要挪到沟处来，放地上。嗯。本来就是往下拉，应该来是更要到沟。应该的是这个根在地面以下才对，现在只能是在平在地面了，还地面还高出来一点。所以我一开始都是你那个花盆也是你讨价还价来的结果，本来就是说随便一个什么植物，你告诉我你有植物了吗？我是想我这次是很用心的在养呢。哎。你是用心的，你本来你方法不对，我说要往下你。你说你隔壁那个，我都取名字了。哎呀，那我教你做的事情该做，没教你做的事做也是白做。那不知道，真的是，我给他往下浇水。对啊，浇水的是往下浇呀、啊，你破掉一点就破掉一点嘛，你这不要供得太高，本来是在。等到好转了以后，要到地里去折腾去啊！听明白了吧？我同你讲的。嗯嗯。啊。嗯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等到你那个稍微好转了，就尽快到地里折腾两下子。你植物也可以放在你家里边暂时啊，但你先把那个坑刨一下子。啊。那你刨了不是说马上种下去，你反正感觉上是要做这件事情了啊，要哪怕是糊弄你也得要种，要表示已经开始做了这件事啊。嗯。挖个坑。那我这两天先把那个植物放地上浇水。啊、嗯。等到有力气了再去外面。你不是。你不是说你家人家帮你种了两棵什么橘子树还是什么树啊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那你现在他那个，你找点事情干，等好转以后啊，
把那个树，靠近树根的那树根那个地方啊，先刨个坑，一点点刨，凹下去一点，凹下去一点，那既可以接水，又可以下肥料，然后呢，给它浇浇水，从这里开始，然后呢，另外刨个坑呢，就是你那个盆里的植物啊，把它哪怕种一个，把它种到地里去。然后呢，你家里几个花盆呢，不要放在桌上，尽可能地下里放往下。实际上这把你往四楼往下面拉，往下面拉，不要往天上去。现在那个天上，你往天上的你力量太强了，看到好奇的天上太好奇了。这个不是，所以呢，我不知道我的潜意识会怎么样，所会以不呢，会产生。我前面说了嘛，我说你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到底做了没有嘛？然后你这个就是你偷工减料，就是讨价还价，讨了一个，搞了一个的花盆。哎，不是。不是尽量，你说一定要做到，不是尽量做到，而是一定要做到。哎，不是尽量，你把"尽量"两个字拿掉，你说一定，尽量改成一定。一定做，尽量的话，你就偷工减料，就是又偷工减料了嘛。一定做啊。然后啊，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老鹰在天上啊，你对着老鹰说啊，你对老鹰说，你说这是我种的植物啊，这是我种的植物。哎，你如果喜欢吃我长出来的植物，你尽管下来吧。你如果喜欢吃我种出来的植物，你尽管下去吧。哎，对，下来叫他下来，也就是不是说你不要看天了啊？你哪怕那个喜欢看的，那天上飞的东西啊，植物啊，那个鸟类什么之类的，动物类的东西，天上的也让它往下面跑。你要看也是看下面，不要再看天上去了。你可能上次说你那个什么小姐妹拍了一张那个，拍到飞碟了那个，我估计从那一刻一阵高兴一个，我看经常往天上看了。现在的情况就是，你的意念不越是往上，就是你的力量太大了，那个意念的力量，你往上面看，上面拉你也拉上面，互相拉。现在就是你不到上面去拉，是往下面拽，往下面看。再加上你拽那个，你在其他东西会意念会同人家共振，天上的，但那植物啊。植物不一样，你再怎么的研究那个植物那个，它不会跟着你的意念就跑了，所以说这个安全点。那个，以后真的就身体好转一点，实际上你要真正来说要住了才好转。今天呢，你先把花盆放下去了，然后一年当中想着，你规划什么时候去挖坑，什么时候把那个橛子树边上挖一圈，你规划好了，你现在一年就规划这个事情啊，你规划几月几号想做什么事，而不是说等我好了以后，你等你好是等不来的，你只有是规划好了，我哪天要想做什么，哪天做什么，你这么一想以后，到了那天再按照你的那个想法的真的就好了。你听明白没有？你不能想着等我身体好了以后我才去做这个事，而是你规划一个，我想哪天哪天干什么，哪天哪天干什么，你再一规划了以后呢，你就自然而然到了那个时候，真的能干这个事情。然后一干以后呢，身体又更好了，一干以后就更好了，每次都这样。
那看来那个这么几次，最近就没有什么新的事情，该聊的都聊了，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个。所以要叫你执行的事情呢，要该做的事情没搞好，已经是最最差，已经是最差的身体状况了，跟去年一模一样的，几乎是动不了。那你早点把这个意念当中先想你先规划好了，脑袋里先想，我哪天干什么，哪天干什么，干的事情不是我说的是。种植物的事啊，往下拉一年，逐渐一个多关注一下那个植物啊、花草之类的，然后就慢慢，就是这辈子啊，同地球做同植物打交道的地球人，就把一年往下拉，不要被上面扯了。上面一扯的话，就把一年一扯上去，一扯上去就身体就不好了，一扯上去身体就不好了没有什么要说了吧？我就把摄像机关了。